现在我要示范的是五角星星。首先我们做一个熊耳结，再做一个熊耳结，两个熊耳结，一样做五指，这个造型要做五个。现在有四个，还缺一个。把这一条给接上。这样就有五个边，五个角，然后我们做上面的，也是五指炮，两个五指炮。连接在双耳结上，也是要把它做五个，一二三四，这个气球用完了，把它固定，固定在双耳结上，绕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样绕一绕，它就剪了，不需要绑。还差一个，还要补一个。然后我们打第三条气球，把它接起来。同样是五指炮。这个就可以消去，去掉，整一下。这个熊耳结要一前一后，让它有办法固定。那如果只用一个熊耳结是没办法把这个固定好的，所以一定要两个熊耳结。这个漂亮的五角星完成。